下的行为是站着、趴着还是躺着？好，准备。小姐扶栏杆，痔疮开刀。痔疮开刀，哎，开后面。我跟你讲，有一种开刀床呢，它是医生这样的。你那个床，你那个按摩的吧？这个床叫车床。最新的，你不知道吗？叫最新技术呢。那个选项和谁有关系？来，傅文、任成文，吃营养午餐，吃烛光晚餐。吃元宝蜡烛，元宝蜡烛，剪纸。我刚才想是什么东西？是元宝蜡烛。好，有。你们是元宝水饺吗？是元宝蜡烛。哎，元宝蜡烛啊，是元宝蜡烛。是蜡烛。那准备剪骨，剪尸，剪尸大人，大人剪人，大人剪尸，剪的是他们的尸体啊。那也不是死的，大人的身上，但是死的，剪尸体就是剪尸体，尸体就是死。他有那种剪尸，他讲是那种夜店那叫剪骨，那个剪尸。我一个是剪骨，一个是剪尸。我想到是剪那个尸体的。哦，那就错喽。可是，好温柔啊。还好哎，我觉得剪尸也有点有点接受哎。你看你是不是忽略了呢？我忽略了吗？大会呢？好了，留着。好了，来，是哦，我刚刚真的没想到。对啊。爆炸之后，好大人哦！哇，很难。啊，注意，等一下，大只。以下选项和谁比较有关？剪尸。你看，你回来了。才刚刚。刚刚不都在讨论吗？你是不是又忽略了呢？剪尸啊！那剪尸快，刚刚讲了。剪尸好，我先摆。准备，以下选项跟谁比较有关？遗照。遗照。拍婚纱照。老婆跟对郎照。下地狱。下班。夏令营。手淫。坐月子。笑面子。对，开心笑什么？你好早熟啊！谁开心什么？小学生可以吗？我刚刚你是说手淫？我刚刚对啊，手淫可以啊，有时候五六年级就会了。我刚刚怎么说六年级就会？我刚刚没看到。我不知道你在兴奋什么。他是夏令营当兵，比如在营区里面就是手淫。对啊，是那个手淫啊，是那个手淫啊。我们都没有，我以为讲他的哎，变态的手淫。你们为什么要出一个让人家回你？手淫，有尾巴跟没尾巴。要不然我们问谁听成是手是那个手？对啊，我也听，我也是这个。没关系，答案两个好，不用比了，可以。我们换题目，换题目。哎呦，来，注意，以下的行为是站着的话会是直接敬礼。好，站着。对。如果他是趴着的话，手往前微弯。他是趴着的。如果他是躺着的呢？后仰盖棉被。盖棉被。盖棉被。这两个手都要搭配的哈，了解吧？站着就是敬礼啊，了解哈？只有这是一只手，其他都要两只手哦。什么？敬礼，准备。敬礼，往前伸。站着，趴着，躺着。盖棉被。他是站着、趴着还躺着？准备。浮力挺身。浮力挺身。扶栏杆。扶栏杆是。小姐。扶栏杆哎。你扶栏杆敬谁？跟谁敬礼？扶栏杆要人趴。扶栏杆是趴着吧？你在拉筋对不对？扶栏杆前面有加小姐吗？哎，你扶栏杆的时候，你不要。对啊。有男的女的都可以扶啊，扶栏杆本来扶栏杆都是站着扶，小姐为什么要让人家很少趴着？才艺趴着在地上的感觉，没有，你扶的栏杆跟我扶的栏杆不一样哎，你这因为你没有你没好了，可以了，不要讨论了，不要讨论，一啊，可以了。啊，是吗？你不是最擅长吗？我还没有大显我的身手，还没大显身手。你跟我们大显身手，那还好，那我们两个嘞。对啊，我们这他们还没有哎。注意，
以下的行为是站着、趴着还是躺着？好，准备。小姐扶栏杆，痔疮开刀。痔疮开刀，哎，开后面。我跟你讲，有一种开刀床呢，它是医生这样子。你那个床，你那个按摩的吧？这个床叫车床。最新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有东西掉，最新技术呢。小孩会掉出来，痔疮会掉出来。下去。不是，哎，可物理学是我们自己的。好，那我们开心嘞，来了。以下的行为是站着、趴着或躺着。痔疮开刀，盲肠开刀，盲肠是帮人开刀，油蛙式、有氧式、狗爬式、棒式。棒式是什么？棒式是什么？照全身镜、匍匐前进、照胃镜、走捷径、上课偷税、上台致辞、上香、背上香、背上香，好不吉利啊！我要去。背拔尿管，帮你插管，帮你插，帮我插，我是躺着，他帮我插，帮你。是要帮你医护人员，他躺，没有他插，他是插尿管，帮你插管这个，跟你躺在那干嘛？这个题目有点问题，我也是人家帮我插管，我躺着，他帮我插，对啊，你不要再比那么比，帮你插。他要说帮人插管，帮人家插管的人，医生帮人家插管哦。其他三个都很标准哎。可是我们没有人了，对，有啦，有，哪个？我不用玩了。对，以下的行为是站着或趴着或躺着，哎，帮你插管，帮你踩背，被人踩背，你看那个位置很踩背啊，踩背要趴着，那位置怪怪的，踩前面，哇，哎，踩前面很痛哎，他是位置，啊，五哥前面了，比较不，奶奶，背都躺。还是没有，我觉得好难哦，这个好难的，而且他们还没上哎，没有人上。凯西已经死了吗？对啊，那边都你们还不懂吗？这一关他们玩，下一关换我们玩。你还不懂吗？我懂。我们先玩啊，来，以下行为是站着、趴着或躺着，被人踩背，跳弹簧床，鬼压床，鞠躬。蛤蟆功，蛤蟆功是外丹功，九九神功，九九神功怎么会趴着啊？站着啊！九九神功就这样子，叫这个吗？站着，音调啊，音调，音调功有没有？九九神功，你不是有练吗？蹲着，蹲着，蹲着，他没有，没有趴，没有。怪，你这个比较像狗，有小朋友，你拐着弯骂我。拐，不是当羊弯，我还放你羊马啊！真的，不是，是你那个动物的节目，你看得比较透彻啦。对，觉得很好。哦，没人哎，别换了，好，我没了。哎，小轩，动手交换。我们以下选项会出现在哪里呢？教堂就是十字架啦，这比十字架。教堂、澡堂、鲁拉拉、教堂、KTV 啊，费玉清唱歌啊，很明显吧？哇，好不好？他在 KTV 啊，住所、场所啊，清楚哦。好，来准备。
圣经、洗发精、湿纸巾，他不敢睁眼。洗手水，被捅捅啊！被捅捅啊！为什么是？哎，你 KTV 没有 OC Molly 哦？哦，是啊，哎，是有道理，有哎 ，KTV 有。啊，对呀，对啊。啊，这他是对的。啊，哎，找朋友，找朋友，找朋友，日本啊。澡堂有四张，对啊，讲讲哪里都有湿纸巾啊，对啊，外教堂有湿纸巾啊，哪里没有？教堂怎么找得到湿纸巾？找得到，湿纸巾，对，掏完耳朵，对啊，脸啊什么，对啊，外面的，还有润，有没有？有啦，澡堂哪有湿纸巾？现在会有，现在外面都是那很不容易碎掉的纸做的，因为那是会员制湿纸巾，我去洗过那个 SPA， 对啊，真的，澡堂有时候一定有，掏耳棒那什么整合还有。对啊，还有化妆棉、卸妆棉也会有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哦，真的啦，以下的选项会出现在：会有教堂或澡堂或 KTV， 洗澡水、圣水、酒水。要死我！再来，一直怪这个外表，这里讲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叶问吗？这个？我有时候演唱会的时候，这很厉害，会这样子，对，可以跟飞吻。你刚刚是用舞群呐，一起升八，小虎队，小虎队，一起升八，可以吗？死了吗？不够流畅吗？哎，没有哎。来，正式的攻守交换。这没什么啦。教堂，注意，以下的选项会出现在教堂、澡堂或 KTV。准备，浴缸漏水，告解室，蒸汽室，黑道围室，澡堂啊，黑道围室超级满，不要硬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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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多呀 ，KTV 啊，是在 KTV 啊 ，KTV 才会围室啊，大家都会，对不起，我们这边黑道围室是在 KTV， 答案是在 KTV， 没有，但是这个没有。哦，对嘛，澡堂，他错，一个人错的，对，我不正经，他一个人错，他一个人错，一个人错，又是那个问题，又是那个问题，哎呦。